Hello， 大家好，我是 KP。那今天要来讨论一个，算讨论嘛，我在研究前一阵子我忽然发现的一个奇怪的变异。那我自己的想法可以提出来参考。那我现在自己是不确定是对的还是错的，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好，那像我们主意识的话有咖啡把手，那我习惯是用这个双孔的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分流管，我们先叫它分流管好了。煮完下来到分流管，然后它这边会分两边流下来。OK， 那可以，反正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不知道的再自己研究一下。好，那现在的问题点就是，我这样子情况下，假设我这样子用15克的粉，然后煮出来的话，它流速30秒 30cc， 15克粉流速30秒 30cc， 那味道是我想要的均衡平衡的，然后是柔顺的，层次甜味尾韵都有。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一样的配置下，我只是把它的分流管拆掉而已。OK， 都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好，分流管拆掉而已，然后它直接下来的。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刚才说30秒30cc是下来，这边30cc，这边30cc，所以总共是60cc， 就60 more。好，那接下来用这个煮一样的粉量，15克，然后同一批粉，同一批磨的，然后就前后两杯而已。所以机器温度都一样啊，补充一点，都是常温的把手。好 ，OK， 那这样的情况下，煮出来的它直落的状况下，会变成是22秒左右，22秒，然后它这一杯水是 60cc， 就跟刚才的那个一样，刚才是两个 D60 ml 嘛，这个是一个 D60 ml。好，可是它的速度却变成了多少？刚才说30减8秒是22秒。22秒就抵到，然后味道来讲的话，它会喝起来比较像过脆的味道，有点刺激，有点苦涩，有点焦味，而且很明显的温度高了很多。好，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先讲一下我的想法，我不确定是不是对的。有一个先讲温度好了，温度会比较高，然后加上它喝起来会比较像过脆的口感。我个人是觉得，因为这个东西也是金属制的。它在接触到的时候，会瞬间帮咖啡，就也不是咖啡，就煮出来的液体降温，所以当然它的那个味道就不会，温度就不会那么高，然后味道也不会那么刺激。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啊，关于流速的部分，流速的部分，我想很久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那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因为。我们这样直落下来的时候，它可能地心引力也好啊，压力也好啊，它下来的时候是直接流下来的，直落，所以它的拉力冲力会比较强，所以会把上面的液体带下来。我个人是觉得，以流速来讲，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像我们正常这个的话，它这样下来之后，它到这边，它会有一个 L 型的缓冲 ，L 型的缓冲，也就是说它的液体不是直落到最下面的。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流速会比较慢一点。那当没有这个情况下直落下来，所以它地心引力把它拉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的流速会变快。那目前我研究的结果跟想象的方式应该就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什么的东西可以去做对比。那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了。然后有人说啊，因为他加了这个之后，他的密闭空间比较小，所以导致他流的会比较慢。可是我觉得不至于，因为你看他的孔径，跟他其实这边出来，这个大家看嘛，跟他这边出来的孔径其实差不多的。加上在出来的时候，液体并没有填满整个孔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就它不会说因为加了这个之后它的缝隙被填满，然后流比较慢，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啦。那还有什么可能性？压力吗？压力像我刚才说的，它没有被填满，所以压力应该是不会变大的、啊。它洞不会被液体填满，所以应该是不会变大的。那温度的，我只想到那个，就是这个白。流过这个时候把液体降温了，虽然温度不会这么高。然后可能会有人讲说什么水温啊什么的，这我都测过了，这都是正常的，就是两杯是一样的条件的状况下，粉量、水温，然后出水，就是我们没有填粉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
这样子没有甜粉的时候跟这个没有甜粉的时候，它们的流速出水量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排除掉了。好，大致上这样，反正就问题点就是它的流速变快，然后味道反而是比较过脆的，有点苦涩味，然后喝的时候明显温度太高。那用这个煮出来就是正常我调整到我要的风味的味道，对，那只是一个这个分流管而已，就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那它的原因是什么？以上我刚刚讲的两个点是我自己想象的原因啦，那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对的，想大家如果知道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有问题要问。好，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研究这个？因为我刚好只把它拔下清洗，然后想说无聊没事煮一杯看，然后发现流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开始研究这个。那其实我觉得研究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啦，只是多了解一个变量。因为你说如果你要用这样煮的话，那我也可以把粉量跟温度调到这样煮适合出来的液体是我要的味道的。所以其实调整粉量、调整粗细、调整水温。就可以做到我要的东西，可是前提是我要需要知道这个变因到底是为什么，才可以多去控制一样东西。好，其实煮咖啡反正就这样，如果你要煮得很简单，可以很简单，那你要把它搞得很复杂，可以超级复杂的。OK， 然后这个只是大家参考参考，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东西，算是冷知识吗？好，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补充说明，拜拜。